就
会了解心情。世间的起起落落寂寞味，酸甘苦涩的滋味，来来去去真难觅，无聊是心头疤伤悲。世间的恩恩怨怨放袂离，只要是有情都有义，眼泪吞落去就会了解心情，眼泪吞落去就会了解心情。来，来唱歌的是咱的施文斌大哥的歌曲《真真美》。来，上来另外一安排一首叫做《北斗渔场》。哦，这是不是？哎呀，哎呀，小罗啊！你刚刚六百吧？你刚刚六百。来，我们陈妈妈啊，爱听的这首歌曲。陈妈妈收歌了，妈妈爱听的这首哈，一单哦六百，上来说好朋友，来哟、哦，来说好朋友，安安哦，好妈妈哦。收听咱的这个时间，啊，叫群哥的话来陪伴咱所有好朋友，一个快乐的暗暝，快乐的暗顿。一路情，那可没停，有一难难，撒娇，爱骂我心恶魔。卡西欧，有没你明天？哈干，萨拉西马库，阿米诺，那可能有道路，那米西乌基。多巴桑，好奇哇，妈妈的会哪？海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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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三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安坤好朋友，谢谢，来继续安排，来那边。来，掌声给小天，掌声给小天哟、哦，谢谢，谢谢米哥，大哥大嫂，两乡奶奶会给最，谢谢奶奶的爱，奶奶苏丹姐，谢谢阿美宝金姐，一段情路。是用怎好？雨若愈大，心内愈清楚。心意若有你，不惊有我苦。拢即句啦，拢即句啦。
听讲过。好嘞。哎，啊，来，咱的所有朋友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哎，锁定咱六点至八点的富力卫星电视台，歌声满天下。哎，六点八点这段时间呢，也加群，跟丽华在家陪伴咱所有朋友。嗯，所以呢，这时间呢，跟咱锁定。哎，大家拢爱平安快乐。嘿，平安快乐哦。嗯，不然呢，这礼拜三节愈来愈挂了吼。哎，大家变数好不讲。哎呦，唔能安尼讲，这事情大家拢会知。还是讲呢，最近吼，大家妈妈吼有真侪吼真无用的，就是讲呢，伊讲啊家己要放嘛，所以菜市啊呢卖土豆的啦，卖糯米的啦，啊卖葱头的啦，哦啊地点卖三珍巴的啦，哦啊这个卖蒸干的啦，按红银的啦，卖辣子的啦，哦爱食啥包啥，爱就食爱食啥就甲包啥。香菇啊，哎香菇这是一定爱啦，所以讲吼，咱呢足侪呢啊，妈妈伊讲啊，囡仔都爱食咱北个啊，啊都无用都不要紧啊，嘿啊北北个快过十三个就足紧啊。对对对，伊妈妈昨下讲，伊北一摆拢北二十罐。二十罐，一罐是二十粒。二十粒。哦，嘿对。四百粒。嘿，四百粒。哦。伊就安尼，一工安尼哦，正经工。食到年尾。无哦，伊为人欢呼的啊。哦哦。啊，为要让亲戚朋友的啊，为要让兄弟姊妹啊。啊，当然伊就加八几罐。哦。来一摆工。哎，你提早进前咧，就爱备料啊。嗯。备料，我卤，迄肉呢先卤卤的，卤卤炒炒先冰咧。爱过炒啦。当然啦。都无爱去过炒。嘿啊，当然咯。嗯。嘿，啊，你甲先冰个冰箱。嗯。哦，啊，得鸡蛋干要包，甲摕出来包，安尼入味，哦，好食，安有对无吼？咱妈妈最近有咧白粽的，烤起来甲阮斗分享者。哎，对对对，嘿，对。啊，最近吼，嘿，我听到一观众朋友咧哀，哎呦，哎呀哦，哎安怎？哎，食粽会毒液。哦，对啦，对。鞋吼，食糯米会，较无好吸收。对对对。所以咧，有时咧开毒，啊，毒掉咧胃会灼灼，会闷闷，啊，一吃酸。哦，昨呢有一个同事就甲我讲，伊安尼哦，安尼有灼热感的，胃食道逆流。对啦，哎，人讲呢一吃酸啦，那叫做胃食道逆流。嗯，哦，哎，胃袂堪只食粽，食糯米的物件。哦，啊，但是都爱吃咧，啊，这个好节日哦，这无吃一粒啊，两粒啊都讲袂过咧。阮聊啊，这拢讲，啊，你要几粒？两粒？哦，忙，今晚无多，今晚吃了就好。哦，我讲。不要紧啦，没有啊。哦，老师好，老师。哦，老师好，老师。人已经吃几个肝鱼啊咧。你吃几个肝哦？你是？我吃红头鸡掌啦，吃两诶，一罐半鱼啊咧。鸡掌。肉粽啊，肉粽嘛吃，哦，吃半鱼啊咧。鸡掌啊吃，肉粽啊吃。哎喏。哦，安尼真个粽。大家拢在吃粽咧。大家吃粽对啊。不要紧。你那胃会看起来，我没有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我做会使呢。会使，不要紧。我老六未使。老六未使，我六哥也未使。哦，六哥无法度。伊我爱食粽啊，不过未使。未看只食上一粒。对啊。哦。没有，一粒都未使啊。一粒，一粒都未使啊。有诶，食了去了就开始。哦。啊，食了也严咯。伊会敢那会倒来做诶，像迄个本萨克斯风。哦，伊会拍不倒啦，所以袂吸收啦。会全本萨克斯风。嘿，为人就安尼啦。对啊，我今日买一只100块，讲去食看卖。哦，一只100是内底包啥哈？才刚开咯。都无啥物料，你咧。100块都无啥物料。细袋啊啦。哎呦，嘿。啊，一袋香菇细细袋啊。哦，安尼啊。一袋两零细细袋啊啦。啊。啊，一包土豆啦。啊，无啦无，迄个。安尼啦。哎，六叔啊，六叔啊，到你台北市啊。万万个万个。嘿啦嘿，所以。我买足多吼，我冇个电视台买迄一粒80块的，迄种是去那乌米哦，古老行的米落去。安尼哦。哦哦。嘿。哦，啊，你够有钱哦！我关心呢，哦，关心。哦，安尼哦，100块也够用了哟。啊对啊。哦，啊100块，迄两银克细细袋啊，尔。细细袋啊，迄我看完，迄一百人取出细，迄无迄个规粒的，诶，两银哦，哦，一斤只嘛只爱两银。哦，你都无带，你看我带迄个小猪看，小猪应该有看到。小猪猪啦，小猪猪。我这一粒100块诶。哦，啊你迄落啦，你加我带啦。我袂用个加遐牛。啊你也无，啊你也无带个迄落，我等下来较个加哈。好啊。啊你即久啊，迄落，诶，食好白诶。好料，带互你看。食好料啊。咩啊？加带我看。食好白诶，你最近菜无个。阿哥有啊，阿哥有好，阿那无有只个阿公哈，好，
好，好，无钓都袂使啊。好好啊。哎呀，本来阮老六嘛来食呢，爱食唔免食。好即摆，阮阿两个咧食较香啦。嗯。哎，即嘛唔免。伊即嘛食长的。哎呀。好啦，你即免食就会放落去啊。哦。系啊，啊我这一定爱食的啦。好哩吼。所以你唔茫欠着哈。系啊，对啊。啊，不管老师阿公伊爸怎样食几粒粒。好啦。系啊。啊，你一工会当食几粒粽啊？我。嘿。我红豆我经常会当食两粒至三粒。哎，红豆至三粒，一粒一嘴呢。一粒尔呢。一粒一嘴。我是讲五十块的。我是讲的，像你买，一粒一百块，你能食几粒？一百块食一粒。哇，蛮无话者。啊，红豆经常阮只有一担吼，迄个诶，一粒五十块的。哦。诶，你食一粒就好啊。哦。对啊。啊啊！我经常一粒五十块。诶，一粒五十。啊，经常不是细细粒半年吗？无一克。比二十块较大一点啊，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二十块是叫阮朋友诶，在南机场甲买，二十块嘛最好食。机场。哎，细细粒也真好食。机场啊，你卖机场啊？南机场也是啊，遐安尼啊。哦，南机场啊。哦。人咧卖阮朋友在遐。哦，安尼哦。嗯。哦。啊，即下伊甲买，我则叫老廖去徛一台四店诶，去甲载安尼。哦。好，徛四店诶，去甲伊载哦。免路免路。电动诶，你像好多摆无啊多诶，就徛四店诶。哦，电动诶哦。哦。嘿，是袂使死，去要看到，看到神人安尼啦，真的哦，惊到要死安尼啦，真的哦，袂使甲讲到神人的名就对啦，哦，这两句袂使讲就对啦，袂使讲，袂使讲，真的哦，你好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你早惊，老师你早惊，你看，啊，我袂讲，我袂讲神人的两字，对啊，对啊，你母啊讲袂当讲神人，我着两个拢无讲神人啊，所以你免烦恼，我拢无讲。迄个蒙鼠啊，有够好笑，拢掠食人去咧饲啦。安尼哦，啊，因兜个蚊啊，因兜个蚊唔足济许。啊，因咧在迄个国民主体遐啊。国民主体哦，国民主体有足济蚊哦，安尼哦。知影咧，应该是无买到咧饲个迄食人啊咧食人。想当年，这些蚊子都是我养的。跟我那时候，我们从老乡过来的。好啦，大家拢好咧，谢谢。看小猪猪去了，恁请咧。啊，有啊有啊，嘿啊，啊你即摆要来还钱嘛？我咧有，我有一个平安宴呐，一个平安宴。对对对，张家讲过。我招伊要来台中咧，嘛是恁即款台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拜，谢谢哈，好，拜拜，好拜，好，好，隔壁来还钱啊。对对对。哦，来，安尼即个。来。七月十三号，七月十三，来国历的七月十三，啊，就是农历的六月七八，对，好，在咱的这个台南家，台南，哦，咱的阿南区，阿南区，咱的布袋翠鸟啊，而且大天府，大天府，嗯，哦，啊，在六月十三，六月七八，农历，哦，啊，国历就是这个七月十三，哦，哎，稳当的底下呢，稳当的，哦，稳当的前一年，我那认识的大表的，哈，副主任委员，哦，这主委哦，副主委哦，哈。啊，这哎哦，我来注意，我来副注意，安尼这个众委员的拢记得了，邀请哈，要邀请到咱的所有富力电视台所有好朋友，会当来参与到啊，这个国历七月十三的这个平安宴哈，这个平安宴，嘿，你好，苏慧姐，嘿，苏慧姐，要来参加我的平安宴哦，今天平安宴，啊，你有要听完无？啊，来遐都有啊，嘿，来遐。哦，你来遐，嘿啊。几点到几点啊？无啊，即摆电视咧播，即摆咧播，你有看吼？我真伫看。哟。哟，啊无你先点点看，啊，迄个私底下甲卡互我。我甲袂，我甲丽华交关啦。啊对对，阮即摆丽华即下甲交群啦。丽华，我就是丽华啦。嗯。啊，丽华，我会啊，我知咯啊。我知我知，呀，有看有看哈。好，啊，等下你私底下甲甲我讲哈。嗯，哈，喂 ，Hello， 嗨，
系哦，点起来，好好好，安尼吼，好啦，呀哈，做底下要报名。啊，什么条件无嘞？啊，你什么条件无嘞？唔免什么条件啦，你都有法度嘴开会开，啊，都会当来，开会行，安尼，呀，会当来参加。哎哎哎，拜拜天牛香无嘞？啊，这随随你，随你哈，随随缘哈，呀，随缘，呀，随缘。我讲台南娘，台南娘。金华路咧，哦，啊，你过来，啊，咱过足近的呀。在遐看老咧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哈，啊，你在私底下甲我讲哈。看要参加无哈？哈，好，谢谢哈，好，来麦哈，哈，来，啊，这个阁继续甲介绍落去来。哦，啊，这样就是哦，咱这一年一度，嘿，可能咱的主神啦，圣诞，好，哦，嘿，啊，这种代表基本上拢会办，伊可能。东港下埔可能有老人吧，我唔知啊，因为详细活动唔知啊，但是伊东港的下昏，就是咱的拜六时啊，七月十三号暗时的六点半，是，哦，六点半哦，六点三十一分，嘿，台南市安南区宝地路六十号，六十号，你，哦，那这就是咱，这敢那礼物款，嘿，嗯，啊，这就是那大庙头前，哦，你看这滴大庙起了够真宏伟哈，嗯，嘿，对。哎呦，今年都要四百年了。哦，四百年对，台南四百年嘿。所以哦，迄个代表可能伊艺术可能讲哦，会当招咱台南遮。嘿，唔要一定啦，高雄嘛会当来啊，高雄、屏东啊、台中，要来拢会使，台北嘛会使来。来自四海游龙。哦，嘿，耳听八方云集。吼，迄个在河边。尖角店。嘿，对对对。嘿，眼观四海游龙，耳听八方云集吼，在河边又加。过年。七月十三。真来咱的迄个大天父家哦。做会共享盛举，有看吼，十八点三十一分哦。对，东港有那是迄个，迄落。咱的迄个星光云集。哦，对对对。就是讲咧，咱有真侪这个夜光厅吼。开落。包括着咱的，包括着咱这个上红的咱的高家群。啊，就你妈讲，迄天当然我卡，我开介绍开偌济，你唔知？嘿。我知影这样好亚人嘛。嘿。我开介绍，用天价甲我邀请去，对唔对？哎，恁无来艰苦。听袂到，哈哈哈！我无咧报人去，你连这也讲落去，对唔对？不要天价，对唔对？喊得几时？喊这也讲落去，喊得几时？甲阮党来好一条，我免开一罐呢。安尼，嘿，这大天父呢？嗯，啊，就是众神要甲你保庇的。对对对，哎，我这个挂单会当一路顺风呢。嘿，哎，伊后边人比我较细卡。你讲呢？嘿，后边比我细卡，我介绍你听。哦，来，有啥物人？江志峰，哈哈哈！哦，这个比较细个，要不然穿四十岁的、四十七岁的啊，够一个，够我一个老师傅，老师，当然我贴的，哦，龙啊，还龙龙狼哥，狼哥，狼哥哦，狼哥一定有啦吼，对了，阿哥这嘞，哥这，吼高家群吼，你真正拢迄个大咖啦吼，所以呢，东港呢一定爱吼啊，这个咱的先生大德啦吼。啊，时间上哦，这个无冲突到的，拢欢迎报名参加，拢欢迎报名参加。东港哦，阮主持群哦，我拢会底下甲大家见面啦。是是是，拢会底下呢啊，为咱做服务哦。嗯，嘿对，所以呢，底下国历七月十三哦，咱呢首先报名。是啊，为什么报名？当然咱就是按道声。嗯哦，你若讲啊，这个你无报啊去吼，雄雄无到到位通，互你坐，安尼对你歹势，所以一定爱。按道声，就爱先报名哦。啊，这伫咱的安南区，吼，安南区的这个宝地咯。你去南门这宝地翠了，伫个倒位，大天府伫倒位，人就甲你报甲到。哦，非常大间的这个大庙。庙打起，打起，嘿，打起好，打起好。十几，咱十几栋尔，安有遐久吗？十几栋啊，我嘛无啥印象。宝地翠了，顶是考，敢若是。嗯，对啊，这间新庙啊，新的新的，非常新哈。所以讲呢，这布袋翠寮呢，当然这你会听起来感觉足亲切的哈。这布袋就是嘉义，对嘉义的布袋哈。真正是对嘉义来的。嘿，遐人呢来住伫咱的台南啊，这个就是开垦。嘿，对，中头寮加中洲寮，而且中其他家哦，所以呢，啊，因呢因为思乡，所以呢应该这所在呢叫做布袋翠寮。嘿，哦，布袋翠寮，嘿，用这个阮故乡的名，来做这边的这个的名吼，是啊，所以呢也非常欢迎咱的所有咱的先生大德，咱的爸爸妈妈，咱的这老菩萨，是啊，拢非常的欢迎，找咱的所有主持官报名，还是跟咱的行政人员报名，是
隆重可以吼，隆重拜六时啊啦，拜六，大家拜六暗时，计工作无上班，对，啊凉凉啊，天气凉凉啊，所以讲咧暗时吼，这里食平安宴一般拢是用暗时的时间，是，好啊，所以讲咧拜六啊未必上班啦，啊，加当工咧拜个休困啦，所以咧啊，这大家时间上应该是拢真方便啦，吼，啊来咧先说啦，看咱咧这个大庙内底众神咧来个拜拜，是，啊祈求咧咱咧这所有众神咧保庇着咱阖家平安。大家呢，多多谢谢呢，安尼健健康康，勇勇健健，啊，出门平安，入门平安，吼，和咱囡仔大，囡仔呢，啊，这个搞好有气，完呢，啊，这个阿公阿妈呢，啊，身体健康，吃饱哩，是，哦，是，好，所以讲呢，要报名，比如囡仔已经做这个搞报，嘿，对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的这好朋友。啊，你买单包的哦，比如讲呢，你厝内底啊，都有足侪好朋友想要来遮拜拜，买食一个平安宴呢，啊，要包一顿啊，吼，拢都可以哈，拢都可以啊，啊，私底下就咱报名。尤其遮安南区遮好朋友，遮咧厝边隔壁少一个，一道就有啊啦。哦，有影有影。哎呀，你哦对，你有哪行哪佚佗的无？嘿对。反正大江都大条嘛。大江嘿对。哪行哪佚佗去？是。啊，佚佗就会个。会当迄落食食，还阁免叫车。哦，对，免叫车。三饮一个，安尼阁行两年。哦，就够啊。一人几百块就欢欢喜喜啊。哦，对，是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希望咱的这个神仙台顶哦，咱的这好朋友啊，有要来去呢，甲咱的神明啊，这个拜拜，做些修的哈。啊，咱拢非常非常欢迎，首先先报名。对哈，非常的感谢哦。谢谢，多谢。哇！你看这委员，大家拢安尼嚼嚼，拢迄个官多呢。哦，哇，有影，哦，赞，哦，这大天府啦，哦，大天府，我嘛也毋捌去过。毋捌去过哦。嘿，也毋捌去过吼。遐历史较无啦。好安尼吼。伊边仔还袂无物件走。哦，啊，所以足空旷的对啦。足空旷，我迄阵遐。所以真凉啦吼。迄阵跳上岗然后去。嘿。啊，就讲啊，伊这因为这算十二殿南天宫算诶，算啊，兄弟庙，好，有半盘啦，所以去，我一定爱跋迄个半场以上，就是伫日头下跳上岗，好，安尼，好，跳中岛，赞啊，全部人拢面里边看，无人出来，哦，对，好，拍一个虾米咯，别，清明弄个薄饼，对，啊，煮伊嘛迄个嘛足好，伊迄阵哦，就叫两饼，煮日头汤，哦，变个凉凉啊，赞啊，跳到现食日头汤，哦，退会啦，上开赞的吼。是，哦，足大间个大庙，吼，咱啊，这个平时啊，你有家乡个朋友啦，吼，你都若有想要来去啊，真正个拜拜嘞，拢非常非常欢迎，吼，是，宝地路，安南区宝地路六十号，吼，宝地路六十号，但是爱先报名哦，会记吼，先报名，拢非常欢迎，吼，好，非常的谢谢，等下，谢谢，好，还有，那边参加吼，迄个，先报名，迄个无啦，迄个。讲啥讲我袂记，好，赶紧你想到才讲，吼，想到才讲。好来，我们先来唱歌，好，来先来唱一个歌曲的哦。安尼，屏东的这个玉珍姐吼，伊讲呢，伊想要听这个妈妈的脚本哦，吼，妈妈的脚本。啊，叫呢，咱的新闻姐要听一首国语歌曲，叫做《又是黄昏》。哦，这个时间就是黄昏时间啦，吼，是。我来安排一首迄个许富凯歌，哎呦，好听哦。就是我不是你想的，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。这条歌歌名。大哥可以听，大哥可以听，我们听歌。我不是你想的遐尔快乐。对，哎，伊遐尼快乐，遐尔快乐，遐尔快乐。嗯。我五是，迄个头是五五是哦，五我是五是的意思。不是五五是，哎，无你要拍伊，你无法度拍，你怎？安尼，阿哥，我五是。伊迄个怎么样？声较好些歌。好，我来安排一条迄个消防局的歌。消防局。呢，迄个朋友，你怎么好不？哦，这敢问好的就对啦。大家问好安尼。好，来哦，三加一哦。是。来，共同来欣赏哦，听歌。今天我们的星期五算是要周末，这首歌送我们现场伟大的女性朋友，妈妈的来
首歌马上给咱小丽阿哥，马上给咱的林太太哦。那这首歌嘞，要送我们家所有的妈妈哦，这首歌嘞，你注意听，伊嘛真励志哦。会写诗，寂寞我伫窗仔边，外面正繁华，心拍开是稀微。想支持，要找谁安排？
因为真重要，所以讲三个，希望恁感受，希望恁体会，希望恁了解。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，想来真歹势。错咱的梦，讲过的约束，会当为你做的，我一定的尽量。我不是你想的遐尼快乐，我嘛真感谢，感谢恁的祝福。世间事难免有所爱的受伤，有恁的鼓励，我着充满力来，这是咱的谢慧杰，苏丹的歌曲哈，谢慧杰。
先来一个小歌咯。谢谢宝玉、宝凤姐，谢谢夏天、丽妹，谢谢。又是黄昏，夕阳西沉，在我心里出现一个人，你美丽。天真就像晚霞铺满我的心，到如今我度过多少黄昏，多少次夕阳西沉，就为了等候初恋的人。我这里飞奔，来，我们台湾的歌坛不得了的快车，一个人我特别好，我们于天鹏。又是黄昏，夕阳西在我心里出现一个人，你的美丽，你的天真，就像晚霞铺满我的心，到如今我度过多少黄昏，多少次夕阳西沉，就为了等候初恋的人。忽然听见你的声音向我这里飞奔，我想过了节目，谢谢小五小珍，谢谢新伟姐，我兄弟啊，新伟姐，谢谢昆山大哥，雷冠子，福珍姐，福贵珠子，云倩哦，桂梅姐，李香姐，植文，素丹姐，谢谢，谢谢奎宁，谢谢梅林，谢谢慈慈，邱英子，宇文，谢谢我的雷冠子，谢谢修红，谢谢李怡，谢谢怡静，谢谢。来，我来安排注意，咱台湾歌坛，歌坛内底，好，双声道，双声呀，国语也会使，哦，闽南语嘛，闽南语也可以，咱的消防局，啊，消防局，阿金姐哦，阿金姐哦，你好，谢谢，你好，我是金曲多消防局。最近的生活有一点啊艰苦，你敢是甲我全工伫咧找无路，不知日时要安怎度，心情乱糟糟。一生若变乌，就是风雨的经过。不管你今仔人是伫咧度。爱最好准备就能赢风雨啊啊淡薄薄人生一条路
总是有起落，就算落风台风，日头一出，黑暗就点落。朋友你今仔过了好无？生活愈苦愈需要温度，加在有你，咱互相看顾。才有勇气继续打拼前途，朋友你今仔过了好无？身边有我，予你做我苦，一生快乐，爱搁找着思路，找应该走，找你讲的彼条路。灯火通照，心头抓雨点，万事就会有感悟。咱走过的路，吃过的苦，有爱做记号。人生一条路，总是有起落。就算落风台风。头一出，黑暗就点灯。朋友，你今仔过了好无？相信天会来带咱的路，打拼生活，互相鼓励祝福，做阵来创造未来的这条路。要温度，家在有人来互相看顾，咱才有勇气继续打拼前途。朋友，你今仔过了苦无？身边有我，予你做我苦，一生快乐，爱搁找搁失落，找天来走，找幸福的。所有的乡亲时段，你有好无吼？谢谢哈、啊，这个都是很好听的哈。咱碰一下，他就听到。对对，新台语歌。新台语歌曲的哈、嗯，这是咱的这个消防局，消防局的消防局的歌、歌曲哦，是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哦。是，来，这个，咱今麦呢，未来台湾言语。今天有言语哟。台湾言语。好来，那你台湾言语呢？那你有哪同款？这个台湾的粤客家话，粤客家话呢，要给咱的这些好朋友吼，来要讲啊，这句的意思是什么款吼？这句的意思是什么款哦？来哦，来，咱来个看今仔日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来看一下今仔日吼，大家。来，你半暝看日出。好，半暝看日出。这要给咱要一句。这跟新民有关的？较无关系。看几啊里的？较无关系。对。这个有时阵啊呢，人呢，这个譬如话的讲吼，讲呢，这个，这敢是一个动物？
不是动物，嗯，我是什么要暗公教啦？哦，因为要暗公教，暗困看日出，半迷看日出，嗯，半迷看日出。啊，是吴宗宪一条歌，嘿，屋顶，哦，你去屋顶看日出啦？树尾楼顶，哦，还有头尾楼顶。哦，这个答案是有三字啦，三个字哦，嗯，三个字，哦，三个字。来，咱的观众朋友你来知影哦，即摆做一个 Google 啊。咱较公平，咱古本拢无古歌，你唔通古歌。嘿，老迄时代人起来讲者，我咪看日出。嘿，恁若知影，恁就甲考起来。考咱的28251161吼，互动专线一线28251161。看日出。嘿，半暝看日出。我们倒是用其他字拢唔出呢。吼，拢有出，拢有出，哎，也要看。哦，无。嘿，对。半暝要来看日出，啊，半暝就要来看日头出来。哦，这个阿里山听呢，那要看日出的是早早啦，吼、哦。哎哦，这个我的大哥，喂大哥，江城大哥，你咩啊？关起来，回讲阿兰呢？我大家看，阿兰又给又讲。江城大哥，嘿，无可能哦。哦，伊，你的答案是无可能。你搁讲出来。哎，三字啦，啊，但是问题唔在对啊，唔对啊。哦哦哦，嘿呀。哦。无可能啦。哦。意思是讲无可能哦。嗯。意思是讲三半暝要来看日出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就对啦。哦。哦。哎，无可能嘛是三字呢。无可能是台语的。无可能是台语啦。吼。英国历史。咱搁来听看，哎，咱的这个其他的朋友有人讲。讲出无同款的答案无吼？啊，阮这个大哥有甲点一首迄个《金青海峡东景色日语》，导播你甲准备一下。嗯，哦，今仔日开票，哦，今仔日好，好，我等下甲你做安排哈。谢谢，谢谢，等下，谢谢，等下，谢谢，阮大哥有那就爱听个风光。哎，文琪，我猜一下，看拢无？看拢无哦。你看啥了？对啊，看拢无，哎，嘛是三字呢吼。像安尼，像安尼啦，看拢无啦。你先，不啥啥，暗啥啥啦。跟我一样，看拢无。哎，来，好朋友嘛，看无。啊，大家好。哎，金门，哎，不是金门，阿辉啊。哦，金门辉啊。金门辉。来，我主线拢看无。无可能，看拢无。来，够答案无？有无？来，咱的这好朋友，那真正拢甲看好起。嗯。哦，咱做者，咱的。对，咱的无可能嘛，大哥嘿，无可能是台语，无可能台语啊，看拢无嘛是台语啊。Impossible， 无可能哦。来，辅助这啊，辅助这，辅助这啊。哎，来，辅助这啊。哎，家长晚安。哎，晚安。无可能的代志啊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啊，你要看日出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不可能啊！哦，你有那不可能的对啦。系啊，那可能这代志。你无可能的，你就看变双生了，是咯。哦，你暗时闹日头。哦，暗时也无日头了，对啦。哦，看过牛呢。哦暗时也看过牛啦，吼。所以暗时要看日出。哦，我们都啊大哥讲，真正是不可能的代志。哦，就讲呢，好，你谢谢吼。来，我来听看，各有甚么人知影来哦。无可能的，你像咱现在这个凉风的啊。好，来来来，文秋姐，文秋姐去 Google 啊！哎，秋姐，不可能啦！哎，不可能哦！你台湾哪不可能 ？Google 出来，哪不可能啊？不可能 ！Google 出来是不可能吗？我唔知，我感觉不可能。哦，你的感觉是不可能，其实你也没 Google 啦，哎，没 Google， 文秋姐都其实没 Google， 伊就直接讲，哎，是不可能的代志，安尼就对啦。对啊，哦，安尼啦吼，好，来，我过来听看，各有啥物人有答案吼？好，来，谢谢，来，福美，哦，我福美就过不来啊。哎，福美好，小朋友，嘿，你好，哦，加全光我思念你，要搁炸，要搁炸，要搁炸嘞，要炸嘞，要炸嘞，要炸嘞，哦，要搁炸，要炸嘞，要炸嘞，嘛是沙利啦，吼，要炸嘞，好，还早啦，哦，还早嘞，还早，意思对啦，还早啦。哦，你好，你的答案是海藻啦，哈，谢谢哦。来，潘哥哥，来，这半暝，这半暝看日出，贵啦，看日出。哦，你这在看布袋戏的，你竟然讲出这个贵啊话？我来，半暝看日出，这个时点是七月个哩，你看到呢？
我你我路见不平，看你头，看你鬼。哦，哎，讲你嘛对啦，讲你嘛是对啦。嗯，嘛是晒你啦，系嘛是晒你啦。好，谢谢你，感谢哈。这半米看得出，半米看得出。来来来来，各位咱的新朋友来，你好，哎，新朋友，你恁落去哦。嗯，嘿，下尾看个电卡机哈，那空九三六的这位新朋友。哦，叫做李静安安安。金安摩，夸张的艺术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康师梦想。康师梦想。四个字呢？哎，大哥，你贵姓？我姓蔡。蔡、哦。蔡大哥。蔡蔡上哦。嗯。啊你。高调。啊你迄、那个这个住倒位啊？我住台南。台南。哦，你住台南哦？嗯、台南的倒位啊？咱阮台南，阮嘛是伫台南的。哎呀。阮家拢伫台南。青年路。青年路。哦，你喺青年路算算中西区吗？哦，你喺算中西区哦。哎，蔡上，你拢有咧看阮的节目㖏？啊，你拢有咧看阮的节目吗？我现刚啊，当啊大声来，我老人。哦，今仔打转调吗？啊，有啊，我拢有咧看。哦，拢有咧看。好，好，电话当也。啊，你拄啊答案讲什么呀？康师梦想，康师梦想，嗯，康师梦想，是康师梦想艺术的对啦，哦，好，答案是三字哦，吼，咱等下过来看答案哈，哦，搞掉，搞掉，哎，无掉，无掉，吼，啊，无掉，无掉，无掉，哈，也无掉，阿妈，咱阁继续看落去哈，哦，来，你好，金莲姐，来，金莲姐哦，喂，你耳孔嘛较重哟。金莲姐，金莲姐，你若敢话了，阮两个无声哦。金莲姐哦，喂，弟妹，喂，嘿，弟妹，嘉庭好，嘿，好，嘿，我猜的就是给供诶。哦，假讲的啦，假讲的啦，假讲的，只讲的。安尼应该袂当安尼写。只讲的，伊在讲哦，啊，聊嘴讲。哦，啊，你啊，哎，你那个假讲的，喏，假聊内底嘴长啊多。嗯，这假讲，假讲的吼，只讲啊，半米看得出，嗯，假讲的，假讲的，半米那有去看看日出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对了。半暝是要去看日出。啊无，我知，半暝看日出，嘿，阮阿嬷讲的拍带。哈哈哈！就是白讲。拍带，拍啥哩？啊无，啊足济年诶，你若讲安尼，伊答案足济，叫做困袂去。困袂去啊！还有搞超凡。哎，哦，好，好好，谢谢哈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够迄个八道腰。哦，八道腰。人艰苦。哎。无爽快。台湾，安尼即马哥哥拄啊爬起来，弟弟甲问无，我明仔看日出，你啥去看日看日出？你紧流。哈哈哈！哈，迄叫做膀胱无力。哎吼，啊你今仔广告你爱看？哦对，哦迄足重要吼。你著袂半暝看日出。你若著袂安尼半暝安尼走咧几啊抓？对对对。一暝起来几啊摆安尼吼？对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半暝看日出的答案是啥物？来，公布答案。公布答案哦，来半米看得出，要炸嘞啦！哎呦，有影啦！人家讲吼啊，你想要爬九天哦，要炸嘞啦！还早嘞，还早嘞！哦，就譬如讲啊，你有拢有雄心大志，想要做大代志，但是你这都还袂成熟诶，但是讲诶代志都还袂成熟啊，你得咧好，拢后摆啊，拢讲甲安尼哦，画山画水啊，画甲吼，所以讲人来讲，哎，要炸咧啦！哦，啊，够乞食下大官嘛是这意思。哦，对啦，要炸咧啦！哎，对，乞食下大官的意思啦，吼，半暝看得出，哦，这就是咱的台湾的日客啦，嗯，日客啦话，啊，你也想想看看，哎呦，这是真有意思的对嘞，嗯，哎，真有意思哈，啊，所以呢，来看台湾人语，咱的日客啦话，锁定咱六点至八点，是，哎，咱会感觉讲，哎，有影呢，这句有声呢，你那咧讲，啊，去讲到这，你就甲讲，哎呦，你半暝看得出啦，没啦，也早嘞啦，哎呦，啊，无你半暝困袂去，你啊，答案叫暗公交。暗公家，半暝困袂去，吼对啦，哎有影有影吼，所以呢，咱咧台湾人语吼，伫即个咱咧六点至八点的时间，啊，拢不定时吼，啊来提供啦，和咱的家爸爸妈妈，啊大家安尼参考者，趣味者嘞吼，来非常感恩对象，谢谢，嗯，来过来安排两首歌曲，半暝困袂去，够一种诶，够一种，对对，天哪，独身的啦，独身的，半暝困袂去，嘿。
你小母，那是你吧？大伯，大伯，你小昂，哦，来，我来安排一下咱的大哥。啊、哦，我的韦大哥哦，以四维的维哦，维 哦，这个是我第一摆看韦、哦、小宝的维，不是四维八德的维哦，密字边的维，所以是倒一个维，四维八德的维，用来讲无概念的，你四维八德的维，你唔知道？维，这个维哦，一个口一个维哦，不是，啊，这你有当时咱今嘛讲真嘞，咱怕字怕侪啊，难得写字，是啊是啊，所以讲迄个维可能是你讲即个维，四维八德的维，导播你个写好伊看，导播嘛唔知啦，好，维导播你写维我看，导播也唔知呀，这个维，就是这个维，这个我知，哦对，就是这个维，四维八德的维，这个我知，哦这个你知哦，啊你知啊哈，我那时候军中来电嘛，一个学长，这个生足少的啊，哎足少，哎呀，伊叫做，伊叫，伊。喂喂喂喂，亲哦，亲，亲，谢谢你中午给咱加油，谢谢感恩。感谢。有啦，就是要跟你讲啊。啊、哦，谢谢你，有，嘿，谢谢。欸、哦，完了，问你小姐弄我去传花款、嗯，谢谢你，感恩呐、哦，感恩你哦，爱你哈、啊。好来，谢谢啊、哦。哎、欸，这节目就无、欸、无时间谈个价啦。嗯。辛苦了两位，没，谢谢哈、嗯，谢谢啊，谢谢你，好，好拜拜哈，那我聊聊这里笑，我来笑，你笑完那个等下再我笑，好好啊，那我重要的几遍来讲，哦，好好好，来来，那人家都开口，不如硬是去来，谢谢。
谢谢我的大哥收听完这首歌曲，我的江城大哥，你看还抱我声，这样是还阁唔愿坑落安尼，哦，一直在拍抱我吼，谢谢，谢谢江城大哥大嫂，谢谢呢，伊讲伊真爱唱日本歌曲，啊，真爱听安尼吼。啊，安尼多多指教哈，多多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多多指教安尼啦吼，是谢谢咱的大哥大嫂吼。是咯，嘿，哎，你讲有啥物等在节目当中哦？爸爸妈妈叫你明仔载爱看电视。大家嘛拢在看啊。不，啊，明仔载特别重要。特别，但是明仔载就要假期哦。啊，这一部假期呢，大家时间上比较较有，是啊，你绝对爱锁定咱的富力卫星电视台，尤其六点八点的这段时间。伊明仔载哦是。特别的，嘿，伫个一个端午加一个进前，诶，一个啊，对，明仔开始就连假三天哦。因为吼，卖讲咱家乡亲是多，最近靠我啦。嘿，像阮家人家己嘛在食。我呢哦，因为最近食粽哦，讲真咧，咱大家拢太爱食。哦。卖讲粽啊，平常是粽有诶肚肚尔，但是有人可能唔知讲，因为伊热量足悬。哦，较有一个热量点。热量足悬，啊你食济吼，有阵时啊你暗时会上火。哦，上火啦。啊有诶，爸爸妈妈拢唔知影，想讲啊，我最近拢好，食到拢好，暗时拢好，困无啥会起安尼啦。哎呦，就去遐啉凉诶安尼。嘿，我最近嘛是上火啊。哦。当隔两日无上火。失调啊！哦，我讲唔敢食土豆就是安尼。啊，爸爸过来食，我要讲意思是讲吼。粽吼，虽然讲大家拢爱食啦，啊，有要家己包的吼，比较较安心。但是有影食济吼，讲起你过十晚了，你讲人开始无爽快，暗时困袂好。哦，嗯，啊，这有阵时就是咱胃肠的原因嘛。是，这个胃肠非常非常的密切，是的关系。啊，两讲会碰风，较容易碰风的吼。哎，对。哦，你暗时就免困。肚肚啦。嗯，肚肚。你着倒地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讲一个巴肚安尼肚干安尼吼，啊，巴巴胀胀，真袂爽快。你都翻来边去，翻来边去，无好困，对，哎，不舒服。啊，你讲有诶，个咧，迄个正常诶，迄个便数阁还好。嗯，有人讲我哦，真正是种无爽快，甲讲哦，排不出来，排不出来，排不出来。嗯，伊肯定是堵掉诶，啊，你去便数坐一波嘛，无排不出来。有诶，搁较哦，因为有诶是坐落去了吼，要放放无，拢咧喷萨克斯风诶，放个紧紧，哎，喷萨克斯风一直排开啊，嘿啊，有安尼有即个情形诶。哦，哎，所以讲哦，你若讲平常时哦，胃肠就较无爽快，朋友些，啊，你搁真正肉粽就无食艰苦。我是最爱食粽，嘿，最爱食的，因为包料太好食，内底料哦，哇，我耽误啊，迄无食足艰苦啊。我即个知影，我嘛最爱食，但是有阵时啊，家己欠嘴啦。但是伊真正会欠嘴，我讲来啊，迄个嘉俊，食一粒啊，哦，得我食去啊。因为肉粽讲伊热量足悬，所以哦。我有当遐食，较早我两一道食三粒嘛无要紧啦。安尼吼，哎，啊，但是有当遐一只，好像真的不太行，因为胃肠吼是安尼啦。对，你若平常是无保养吼，啊，你那种你那个，你来炒面啊炒，像我这个有当时吼，迄个你个颠倒之前龙眼的时阵，是啊，吼胃肠就较无好。是，啊，无好你变讲你食面的当中，你就爱注意讲吼油脂也好啦吼，油炸，哦，还是讲像这肉粽这高热量的物件，油的，哦，对，上烧的这你爱啉烧汤嘛要注意。嗯，啊，所以讲好朋友家吼，明仔日一定要看这部，是啊是啊，特别唯一一档就是我六点八点。对，嗯，这是特别来为咱争取的，因为最近太侪吼，咱的好朋友在讲，啊，就这群啊，哦，这久也唔知安怎吼，安尼定定安尼堵掉的吼，卡拉你甲我讲，哎呀，啊，爸爸吼，我丈家安尼足袂爽快，嗯，哦，当然啊，这群伊当然这服务大众，当然都爱替伊想办法。我是讲吼，对，我家己平常时嘛爱保养嘛咧食，啊，伊家己本身有时阵啊嘛是安尼啊，嗯，啊，得食，得白食，食食水走啊。嘿呀，啊，袂掉包啊！嘿呀，啊，就无菜咧食。有啦，有啦嘛是。你叫白痴！不，我白，我唔是白痴。白食的啦，白食的啦。会走路的胃蛋，叫啥名字？嘿，本汤。唔爱，因为我人消化较好啦。嘿，对。啊，我那个，哎，无啦，嘿，你讲食食的随放，嘿，唔是啦。哦，唔是呢。你若讲暗时食要随放，嘿是透中头的。哦，是。对啦，对啦，就是讲吼。你虽然会吃，但是袂吸收的啦。这就是甲胃肠有非常大的这个关系啦。哦，然后当然是咱的第一段啦。嗯，你袂吸收，对你健康就差。对。嗯，所以讲哦，咱的这爸爸妈妈明仔六点至八点的时间，一定要给咱设定。一定爱收看。这特别。我搞阮特租。挂保证。当银行挂保证。当这个袂说的哦。来。
人客你都看嘛，古早人看我去欧洲，看八个白人，我登山出去用台湾出动作，台湾我都到本溪就八百块九百块走了，今日人家抓些加出来来钱，加，你胃肠人像这样呢，加哦，就无好，哎呀，我胃肠未像哎加哦，就身体好。对啊，来，好，阿玲姐，所以明仔载呢，绝对一定爱设定六点至八点的时间，这绝对好咱呢，这个舒服，是，嘿，对，还叫老师带大家，迄个宣传一下呢。十二万，我们呢感谢大家，明仔一定爱我们支持，较笑面的，较笑面，无你就看礼拜五来上班咯，你知无？来。啊！你明仔载下课，我恁足欢喜，足欢喜安尼吼。来，咱这个时间吼，赶快呐！啊，这边来真正今仔日一个小周末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嗯，就是讲咧，恁没事安尼，好困唔困？啊，你定爬去爬到，好你半暝未困，看你出，无唔起来啊？半暝无起来都袂使啊！哎呀，啊，无是要包大人呢？嗯，咱是一年到天光，你是一年一夜七次，到天光。哦，对了，一夜七次啊，起来起来，影响到咱的睡眠，是影响到睡眠，就影响到身体。嗯，所以呢，这个讲落去就对了哈。来，咱呢转个场，来进到今天上最重要的工商，工商准备卡点。